我们现在在机场的路上，好久没有出国了。影片开始前，先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，接收第一手最新影片通知跟优惠团购资讯哦。久违的开拍旅游 Vlog， 上一次刚好遇上疫情，等了好久哦，终于有机会可以再踏上韩国了。这一次特别选了圣诞节，有朋友说现在首尔正在下大雪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有机会摸到真正的雪。今天的班机是下午6:15，台北有一点阴冷阴冷的，听说气温要一直往下降，所以韩国那边应该也会变得非常冷。待会机场见喽。出境了哇！刚才过那一连串，真的觉得好怀念哦。看免税店呢。我们这次去韩国没有特别排景点或行程，纯粹就是想说走一个起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随性旅行。前一天晚上手机打开，然后搜寻你明天要吃哪里，这样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打算做这么疯狂的事情。登机前的随便一餐胡椒鸡面，很普通。出关了，出关了，不要去理行李。现在外面几度？-5。Oh my god！ 我去找一下我们今天晚餐，超级饿的，好想吃韩式鱼板。待会就宏大见喽，各位。到宏大记得找蓝色的哦，不是小橘，是小蓝哦。这个直达会到首尔站，然后我们今天在宏大路口。韩国是雪耶，现在超冷的，我们在走到民宿的路上，地上都有这几天的下雪，只是感觉有点融掉。这是我们接下来几天的民宿，在这儿，哦，蛮可爱的。哇，地上都雪呢，滑滑的。进来了。里面还蛮温暖的，拖鞋哦，随便拿了。OK， 非常的窄小。顺利抵达我们的民宿，因为圣诞节期间饭店就是全部额满，反正就是那种一晚6000块以上。Oh my god！ 这次的 Airbnb 呢，蛮小一间的，有点像台北市的那种很小的套房，行李没办法完全打开，整体就是蛮干净的，有一个独立卫浴。我跟老爷的最低要求就是至少要有我们自己可以独立洗澡的地方。这一间离宏大商圈蛮近，而且往后走一点就是延南洞的。那一些小商圈，这个地点还不错，但就房间少了点。如果你的预算不多，我觉得可以考量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送的吗？哦，有小礼物，蛮贴心的耶。现在超级饿，然后我们去吃宵夜吧。原本想说比较晚来宏大可以来吃超村炸鸡，结果我
完了，好黑好黑。我们决定先回民宿附近的 CU 便利商店，随便买个东西吃。啊，好冷哦，耳朵超痛的，真的好冰哦。对啊，我们明天想说去买护住耳朵的，好像很舒服。今天的行程就先到这啦，大家明天早上见，拜拜。嗨大家，这是我们的第二天，今天的 OTD 打算穿个两天，因为韩国真的太冷了，也不太会流汗。后面那个人多开心啊，出国就很开心。一大早行程去明洞换钱，在明洞附近走走逛逛这个东西，中下午之后呢回到弘大这边。今天的重点行程就是 Kakao Friend 的旗舰店极度负八啊，真的超冷，听说在韩国不管再冷都点冰美式，所以我们要体验看看这么冷的天气喝冰美式会是什么感觉。走吧。在这 Airbnb 很像韩国的独栋别墅去改建的，里面就是分成一间一间小套房这样，那叫 Queen House。 踩在雪上的感觉，有出太阳但是太阳是假的，飘雪。有看到这个雪吗？细细碎碎的，然后正在飘雪，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出来。韩国白天的大街，艳阳高照，但是一点都不热。到明洞了，换了两站地铁，有一点距离。来到了大使馆换钱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这几家的汇率，大使馆普遍汇率都不错。我们来吃马铃薯排骨汤，这间是我跟老爷第一次住明洞的时候，第一餐就是这一间。那时候有个笑话，随便用英文差点叫到两个排骨汤大的。这就是让我心心念念的马铃薯排骨汤，我在台湾都没有吃过这种味道。差不多完食一定要喝一杯冰的 Americano。 没错，这韩国人的传统嘛。冰的。
现在是下午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强的夕阳，趁着太阳还没下山，还不会很冷的时候，赶快再上去一次南山塔。上次没有拍影片记录到，真的超冷，我现在眼镜都起雾了，手脚拿出来就超级冻的。今天因为有风的原因，所以搭不到缆车了。搭不到缆车，直接用走的，走走啊！走着走啊！哎，它只有一公里，是不是？没怕啊！可以啦，走啦，走啦！把马铃薯排骨汤直接消化完啦，直接走不到，直接爬山哦！没怕哦，像爬象山一样哦，下一秒直接窒息哦！我真的隆重的说。天啊，真的爬上来了，好帅！因为实在太冷了，我们决定搭巴士。还有你的眼镜直接起雾，好惨哦，那么狼狈啊，怎么搞的？就是来这里爬成这样子，至少不用走下山。对啊，太冷了，各位，你的手套跟这个一定要准备。回到宏大了，经历了南山塔的磨练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来。Cofriend 的旗舰店，快去逛街。我跟老爷找到我们晚餐的地方，就是没错，现在是副食地，在宏大街头流浪了一阵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决定来吃朋友推荐的部队锅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它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巷子，它的入口甚至让你以为这是别人家，因为那个楼梯间堆满奇怪的杂物。等下再拍给大家看，如果有来可以来吃吃看，感觉很厉害，而且菜单完全韩文。
这个部队锅里面居然有饺子耶，我第一次看到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配料，来试试看。里面有味道的饺子。这就是我们刚才吃的新夫家部队锅，从这里走上去，没错。刚才说的楼梯口就是这里，有没有很多杂物？大家记得来试试看，好吃好吃。有没有诗情画意的感觉？有哎。